比出 Y2K 手势，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和青鸟世代谈民主，怎能不提国会改革？外援球传回来，到底裁判判的对不对？是 safe 还是 out？ 我那个是很大的冲突哦，啊，特别是差一点点的时候，那，啊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双边的教练都会跑出来啊，那就是要尊重裁判啊，对不对？搬出最爱的棒球来比喻大法官视线，或许想酝酿视线情绪，也和青年拉近距离。但一谈到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涉贪案，民进党内不少人选择保持距离。副院长想问，怎么看现在郑文灿被关押两个月？不好意思，会觉得党内现在因为这件事情有点敏感吗？不好意思，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避而不谈，但也有人这么喊话郑文灿。那郑市长啊，有这个官司，那就请他好好去面对，面对检察官，面对未来的法官，好好去解释。王义川话锋一转，强调郑文灿贡献也不容抹灭。不过赖主席上午这话引人联想，进入好，行政民众党合作来打击黑金行动诈骗。主席，已经有讲到打击黑金猖毒，是案子郑文灿吗？誓言扫除黑金势力，郑文灿涉谈敏感话题，党内能不提就不提，就怕后续掀起更多政治效应。TVBS 新闻吴奎言、陈云婷新竹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